微波炉戚风蛋糕的做法步骤。一、材料：鸡蛋四个，低筋面粉80毫升，白糖45毫升，量杯一杯，食用油40毫升，再多点也行。泡打粉3克左右，淀粉5克左右，盐2克左右，白醋几滴。二、分开蛋黄蛋清，装到两个无水无油的容器中，装蛋清的要用比较深的容器。三、把蛋黄打散，分两次加入40毫升食用油搅拌均匀，分两次加入60毫升奶搅拌均匀，低粉泡打粉混合放入蛋黄糊搅拌均匀，清中加入淀粉、盐、醋开始抽打，继续抽打，实性发泡加入1/3糖继续，接近干性发泡再加入剩下的糖打至干性发泡。四、三次将蛋白拌入蛋黄糊。五、将拌好的蛋黄糊倒入蛋糕模中，高火6分钟。六、看成品吧。